年新加坡庆祝52岁生日，让我们一起火辣庆国庆。除了主持人很火辣，我们特别嘉宾也非常火辣。我们开始吧。近日 ，yes933DJ 昆华、韦斌与当红艺人陈凤玲、徐明杰现身滨海堤坝，热情分享热辣的 KFC 新品，与公众零距离互动。这两个人很快要结婚了，这两个人还没有。那也讲到这个国庆日的主题曲。今天来 remember 是看烟火啊，看烟火啊，看烟火，还有庆祝我的生日。随后烟火升起，艺人与大家共享绚丽天空，共度美好难忘的国庆佳节。新加坡52岁生日快乐！年度最强最震撼，现已在所有 KFC 分店火辣回归 ，KFC Hot Devil Drumlets。